家小灵宝，这是那个第一排。宣布一件事，我知道你们已经等不及了，对吧？请放心，我们为各位准备了精彩的表演。不过，我们还在为开场秀做最后一点小小的调整，很抱歉，演出推迟。不过别担心，西太太正在处理。不好意思，小倩，你先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可以吗？这就是了，拖点时间。好。嗨，我叫小倩，我是叶伯乐先生的新助理。我带你们来一趟 VIP 后台之旅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哦，他是这场演出的明星之一。哦，你这是在直播，观众正看着你呢。什么？来，跟他们介绍一下你自己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露西塔，是歌手、舞者。不过你们都知道，我还是个。尽力而为，西太太，电路板修不好就没办法开始演出，我可全靠你了。伯先生，太棒了，我们见到了露西塔，还有观众，还有可以看看别的吗？比如说最酷的豪猪摇滚乐歌手，你应该去找艾希聊聊。艾希，真的吗？他真的很亲切。好嘞，这位明星可是我的偶像，我一直盼望能够见到他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事不够了，这太多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这演出就要开始了。嘿，叶伯乐，你在这儿吧。是乔尼，我需要你帮忙。这架钢琴本来应该到舞台上就停下来，可我控制不了它。让我看看。不好意思，你是？可以吗？你确定都好吗？确定，我的蹄子厉害得很。大家各就各位。抱歉，鱿鱼，你们也知道我很看好你们，可是上次你们的水箱破裂淹了我的剧院之后，我真付不起你们保险。伯乐先生，继续下去就好。小倩，你说你们见我一下。没关系。哦，大家快看，那是米娜。不行，我做不到，你能做到吗？不行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你干嘛又怀疑自己呢？我就这样。米娜，做个深呼吸，吸气，吐气，试试看。不行，再吸，再吸，再吸，然后吐气。有请艾希出场。还没回来，我应该告诉伯乐先生一下。你一生的自大狂，知道吗？总有一天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用盐水漱口，开玩笑，我嗓子疼，你想害死我？有谁看到艾希了吗？好消息，伯乐先生，电路板已经修好了。干得漂亮，西太太。哎，这怎么这么热呀、伯乐先生。小倩，来得正好。不不不，我的万眼睛。表演就要开始了，跟我来。伯乐先生，艾希。你这小东西。好了，既然我们的小问题解决了，可以准备开始了。各位，门要开了，不要靠近。进入剧场，请大家自行选择座椅观看演出。剧场内座椅。找到了，你们看，谢谢大家的帮忙。所有大大小小的动物们，欢迎来到历史悠久的照明剧场。今晚将是欢乐好声音巡演的首秀之夜，这将会是一场十分精彩的表演。哦，还不到时候。抱歉。好吧，表演继续。接下来，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最喜爱的摇滚天后艾希。嘿，艾希在哪儿？他不在这儿。他去哪儿了？对不起，伯乐先生，我刚才就想跟您说，他不在这儿。我们得找到他。啊，找到了。艾希，对不起，伯乐先生，我来晚了。我是想找一个再大一点的音箱。你还要再大的？对，比那个再大一点。
出已经开始了。你把我的节目调到最后。好吧。放心，绝对值得，相信我。年轻人就是任性。好了，有请下一位表演者，请用你们的掌声欢迎嗓音与众不同的歌手强尼。你好，飞行。听得我真的是坐不住了，不过精彩的还在后头，掌声欢迎露西塔和韩德。而且他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请以澎湃的热情欢迎米娜。抱歉，伯乐先生，米娜她也有点状况，怯场的毛病又犯了。各位观众，来吧，让米娜知道你们有多想听她唱歌，大家一起来鼓掌。米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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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再大声点，要让她听。准备好了。
惊人了，真是天籁之音，了不起的表演，还好没把我的舞台给弄塌了。各位观众，如果说还有一项表演的话，那就是艾希。现场有哪位叫艾希的？是时候到舞台上来了。我就说了，绝对值得。Follow my heart into the fire, burn, got broken down by desire. Tried, I tried, put the smoke in my eyes, let me burn, burn in my eyes. Won't be there, stop on the ground. Burn on my fingers, and that's gone.表演暂停，不过电力很快就恢复。这我可不敢保证，电路板都烧成灰了。谢谢你，西太太。别急着离开，我会想出办法的。我们需要。太好了！由于这么悲剧。She walks around and she's got a head to lose. Yeah, she's a go-getter. She's living on this time. She's a queen of the city, but she don't believe the hype. She's got her own elevation, only motivation. Till I wrote some letters on a billboard sign.Right.
你。Yeah.